基本上会比较开心哈，跟刚刚那个第一趴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每次第一趴就是装一装，只能装那么一小会儿，我就装不了。哎，刚刚这个歌我在上台前，我在那个新疆的时候，我问导演导演，咱们深圳能站起来吗？哎呀。你说可以就可以，不行。有规定啊，有规定说不能站。那咱就不站，那咱就，就坐着。站起来。唱一些安静的歌。啊。那来到了深圳。粤语歌给他唱的啊。虽然我的粤语不是。很标准的，但是呢，我就是要唱，因为上一次唱这首歌呢，是在我的直播间。你看看这个变化，上一次唱是在我直播间，带货的间隙给大家互动，这一次唱就来到了深圳春茧体育馆。谢谢你们，真的，这个是我在梦里想象过的画面。没有想象实现吗？因为之前还是比较没有信心，我在开前面几场的时候，那一层都没有开，但是这一次全开了。我相信现场肯定有很多的我们广东本地的朋友，也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朋友。那大家对这首歌呢肯定是非常熟悉。咱们唱的标不标准不重要，我们一起大合唱好不好？好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夜半想夜曲》。